这一碗我看了我很喜欢。哎、欸，它这个已经看不到面了。冲冲冲，铁骨眼。这鸭血真的厉害 ，Q 滑嫩，炸进去只要轻轻的涮一下，它完全沾了那个锅底的香气。你逛到这个宝贝，真的好像这个逛全世界一样。台南在地口味哦，能够让高雄人说台南在地口味。有没有闻到那个香气？我的眼睛现在是爱心形状吧，我觉得它已经颠覆我们对于烤肉的想象。重点好吃。